中国大陆这个嫦娥拿的这个月壤是不是应该分享一点给美国？美国前后六次登陆月球，总共拿回的月壤有382公斤，他和许多国家分享，要去研究啊什么的，给你多少给多少，唯独中国没有。然后1978年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到中国大陆，送了中国大陆一个4公分的一个透明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不到1克的月壤，1克都不到，这是为了建交的一个纪念品。蓝天明这个东西啊，我看到真的是哦，觉得我天哪，这个现在怎么有这个概念的？蓝天明这个东西，将来有天它要在太空4万公尺的高空啊，做一个像星际战舰一样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它那东西有多大？长度242公尺，这是长度，几乎跟航母一样。你知道它宽度多少？它宽度682公尺。哇，那是何等的大！它在42000米的高空啊，那里是几乎没有阻力的。我只要有一个东西像推送出去的一个弹力，啪出去，这个东西一个铁块出去好了，我不要说是飞弹，铁块出去，它会一直横着这样子走，然后不受阻力，然后它因为太高了，它就慢慢慢慢落下来。你只要稍微能够用 GPS 控制它的时候，它落到地面的时候大概是29马赫，29马赫，你知道一块铁打什么东西给它打得粉碎啊？我不要有炸药，我只要打到航母上面，他就可以给他打的，从上面打穿到底下。中国大陆这个嫦娥拿的这个月壤，是不是应该分享一点给美国？我讲把这个过去历史先讲出来。第一个，1990年呢，美国带头发展国际太空站，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当时是国际太空站嘛，就是全世界的主要国家，我们来一起来研究。当时有大概30个国家参与了这个计划，其中包含俄罗斯。唯独不让中国，就是不让你中国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前后6次登陆月球，总共拿回的月壤有382公斤，那算很多，因为它是人上去这样拿回来的。他和许多国家分享，要去研究啊什么的，给你多少够多少，唯独中国没有。然后1978年建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到中国大陆，送了中国大陆一个4公分的一个透明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不到1克的月壤，1克都不到，这是为了建交的一个纪念品。那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它经过嫦娥5号、嫦娥6号也带回了一些了。各位，如果你是北京的决策，你认为我们应该分享一些东西给美国吗？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同意的。它382公斤给中国的那1克不到，相当于382000分之1都不到。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如何去在防我们，这是我对越南的这个意见。我建议你绝对不要给美国。好，蓝天门的部分啊，蓝天门这个东西哦，我看到真的是哦，觉得我天哪，这个现在怎么有这个概念的？蓝天门这个东西，将来有天它要在太空4万公尺的高空哦，做一个像星际战舰一样的东西。那我跟你讲，它那个东西有多大哦？长度242公尺，这是长度。几乎跟航母一样，你知道它宽度多少？它宽度682公尺，哇，那是何等的大！然后它在上面呢，又要装的各种的粒子炮、高脉冲的这种镭射炮，还有垂直发射的系统，它基本上就在做一个太空战舰摆在那里，就是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叫什么电影的那个连续剧《Star Trek》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办法用光速跑。它是基本上悬在那里是不动的，它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它上面还装了很多的 AI 的无人机，叫做玄女。那另外一个就是白帝的，这里有介绍的这种能够穿梭下去有人的这个一个战斗机。那第一个你要去问可不可能，相当可能，因为为什么？就跟大家天空一样，就是它怎么建的，就一个东西上去，我又运一个东西上来，它就慢慢的像积木一样一直把它积积积，它不是一次这么大的东西上去，那是不可能的，它就一次一点一次一点，然后慢慢把它建这么大，这是它如果有这个目标去做，它有天是做得到的。第二个，他说将来这个东西能够做武器的发展，你只要去想一个事，它在42000米的高空啊，那里是几乎没有阻力的，我只要有一个东西像推送出去的一个弹力，啪出去，这个东西一个铁块出去好了，我不要说是飞弹，铁块出去，它会一直横着这样子走，然后不受阻力，然后它因为太高了，它就慢慢慢慢落下来。你只要稍微能够用 GPS 控制它的时候，它落到地面的时候大概是29马赫，29马赫，你知道一块铁打什么东西给它打得粉碎啊？
我不要有炸药，我只要打到航母上面，他就可以给他打的，从上面打穿到底下，他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真的很容易啊！从42000公尺高空这样丢一个东西出去，最终的速度就这么快，而这个东西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有一天如果真的在天空中出现这个东西哦，那真的是一个大概说，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搞国防的人都觉得哇，我天哪，那你要怎么防它？因为这个东西在天空跑的时候，它也不发雷达波，它就自己靠它的一个定位去它修正位置，有一点翼片这样去修定，最后精准的击中，你还真是侦测不到它，速度又这么快。这是南天门计划。想请张将军来帮我们补充在白帝的部分哦。白帝太空战机有人说就是让以前的想象接下来真的可以成真了吗？因为这看起来都是很科幻的东西。白帝的太空战机它将来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它的推力要够大，因为推力够大你才能够受到冲出卡门线进入内太空，进入内太空你看它的速度已经高达16马赫，所以要推力要够大才可以把这个太空战机送到内太空，那它没有办法到外太空，为什么？因为外太空你要进入第一宇宙速度要达到23马赫，它最高最高只能到16马赫，没有办法到23。如果到了23马赫，要进入地球轨道了，那已经进入外太空了，地球轨道，所以它不要，它把这个进入内太空就可以冲出卡门线100公里就进入内太空了，那就可以了。那在上面呢，可以发射一些从太空打地，这个我们讲大气层的目标或海上的目标，那它就是在太空上打了嘛。然后另外以为已经进入半几乎接近于真空状态，但是也有微重力，所以它用的发动机要用火箭发动机，不能用冲压式的发动机或我们讲轴六式的发动机，不行，因为没有空气了，没有空气要用火箭发动机。那火箭发动机推力要够大，才可以把它这22米。送那么大的飞机送上内太空，是这个样，所以火箭发动机那个推力要够。另外，它整个的机身的结构啊，已经不是一般的我们讲到的航太的结构了，因为它的速度到16马赫会有高温效应，高温效应你那个耐热的哈，你要复合材料是要高耐高温的，你又不能上面又不能放那个砖，我们叫做那个抗热砖，不是呢，陶瓷的，那你又造成它的飞机又很笨重了。那你要耐高温啊，因为它到了16马赫，那个速度已经出来了，会造成那个热端效应，我们叫做那个变成热熔效应会产生呢，那会造成整个飞机的话已经被那会变形呢，形变呢，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你看它整个这个现在只是个概念，它模型出来而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还所要是讲的，它是由向量喷嘴了，火箭发动机还有向量喷嘴，我们一般讲的轴流式发动机的向量喷嘴。还有冲压式涡轮的喷射的向量喷嘴，但是没有火箭发动机的向量喷，它要做火箭发动机。为什么？在太空中调整的时候，你那个空气的我们的负翼、襟翼、垂直安定面、水平安定面失效了，没有用，没有空气，你要用向量喷嘴去修正你的航向，你的调整你的这个航线，变归你的飞行轨迹，你要靠向量喷嘴了。因为你那个所有的操纵面完全失效了，已经几乎已经在内太空已经没有大气压了，是这个状况。所以你要看它整个概念都已经跟我们所讲的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不一样了。因为进入太空，但是它又没办法进入低宇宙速度，没办法进入轨道，只是拿太空，它上去之后要回来，为什么？因为它慢慢微重力又慢慢要出来了，纤维的空气摩擦又要出来了，因为速度又够快了，产热效应又要出。热熔效应要出来了，这都要考量，所以它的不是光是复合材料，还要耐高温材料，不是只是向量喷嘴，你要想到的包含它的这种操纵面都已经不是我们所讲到的气动力操纵面了，你都要考量去才能够完成白帝太空战机这样子。现在我们讲到的航空之外，它变成航天，它结合了航天跟航空，所以它还是要回来，但是在太空中来专门打这些飞机，或者是打这些海面上的目标，它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我立刻因为张将军说的东西，我立刻纠正我刚刚的错误。我刚刚说这个从这南天门这个东西打出去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不需要任何的动力，它只要稍微控制它的翼片这样方向。
那你根本没有空气，你怎么控制啊？根本控制没有用，你它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像这种向量的喷嘴，才能够去调整它的方向，否则它打出去是完全没有用。你给它一个翅膀翼，怎么转它都是一样空空的往前飞，不会动的。所以我修正一下，要有一些这个向量喷嘴。也不需要修正。美军曾经发展过一样东西，他用钨金属啊，钨金属的钢珠，从太空撒下来。它不要精度，就是一个面撒下来，它就造成一个地区里面，哎，你知道，我们地球生物有个大毁灭，是个一个天上的一个陨石嘛，对，造成这么大的爆炸，它那个钢珠经过这种高速度下来，造成的这个冲击量很大，非常大，非常大，所以有，所以今天你刚刚讲的南天门也好，白帝也好，现在的战争地面已经发展到极致了，没搞头了，海上也没有，中空也没有了，太空战已经开始了。这些飞机，刚刚白帝这个飞机还有一个什么任务？把人家的星链的卫星干掉。因为双方要争取太空的制空权。对，我就不能让你的眼睛挂在我头上啊。捕捉卫星，击毁卫星，然后太空战里面发展太空战的武器，这是未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往这个方向在走，美国也很急啊。美国为什么用特斯拉那个老板呢？为什么用他？除了拿来削减政府的这个无谓开销以外，美国的太空计划可能交给他做。他对 NASA 很不满意啊。所以中美两国都在搞太空的竞争，这是一个刚刚发轫的，你们看的这个叫做前瞻的一个作为，他为什么搞那么大个太空站？对，太空站里面可以研发太空武器啊，为什么要有这个白帝又进出太空又进出是？各位，你看现在的飞机，尤其解放军跟苏联的那个进气口都很大，因为它内燃机要空气才能烧的才喷射，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刚刚张扬讲的没错，什么舵都没有用了，对，就要靠向量喷射。我讲一个笑话，太空人如果裸体在天上的话，他吹口气，他身体往后倒，对对，放个屁，人往前走，因为他就是向量喷射的理论嘛。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用换一个观念来看，他怎么操控，在这两个界面里面，他可能发展什么？我很早以前就看过美国一篇文章，就是用钨金头的那个钢丸，太空对着一个方向撒，因为钨的燃点很高，所以下来它不会被燃烧掉。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护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